好了，观众，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两边都分别是哪一边？作为保卫者的是被日本队这边，应该是选边是选到了，对，选到了保卫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的 AG 百世时空战线呢是先选到了潜伏。哎，这个第一把是要抢 B 一吗？然后 B 办公室那边应该是打一个同步。是的。但是我们看到地图的最左边是有一个点，那是 K2 吗？我就想知道，有个单独的点。一般单独的点都有可能是 K2。应该是刚刚换过这些 ID 以后，这边 AG 还是因为完全没有跟日本队打过异域城镇这张图，完全不太知道这边的防守阵型是什么样，对，所以做的还是比较细，所以要慢慢来。尤其这边 K2 这个点其实很重要，这个要一波了，要一波同步的闪光跟烟雾要上了，上了，上了。这边的防守应该是景家三楼跟景家房子 ，B 点是放空的。这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些。难道是没有看到？对，这边的话是完全放空回来直接下包，而且 K 二现在已经跟对了。这边是好像已经感觉到了，开始回防。这边我们看到了日本队的狙击手是拿上了天荣 AWM。B 点你这样直接放进来好反攻吗？这边是一个办公室，这边同步李斯坦，这边两枪有点水，还好这边 K6 是一个 TOP5 跟亮亮的一个补枪，漂亮拿下第一分。这一把李斯坦的狙主要给对手一个压制力，对的，这把赢是赢在第一时间。日本队的回防其实是先打掉了 AG 一名选手，但是 K2 在中路的一个 TOP5 是连掏了两个，对，打断了这边日本队的一个回防的同步。是的，你看 K2 这边的一个站位啊，他又是单人去，就是说依靠个人能力嘛，因为他躲子弹可能真的躲得不错。其实以前他打的真的是完全的个人，对，但是经历过这么长时间之后，K2 的结合就是结合队伍，什么时候我该个人，什么时候通过我的个人去帮助队伍去拿分，或者去帮助队伍去打一些突破一些点，这也是就是 K2 现在日系成熟的一个地方。对，我们看到刚刚也是李斯坦第一时间在 B 桥拿大爆，是穿杀了一个警防的。应该是狙手之间的对决，这里 K2 又是单人去打掉，又是击杀一个，这边是又是打掉了 A 的两个。这边小二在这一场大赛当中也是准备的特别多，当他得知了就是俱乐部决定就是因为 AG 让他来借过来，对，因为 AG 是少了一名队员一些私人原因嘛，然后是 AG 也是找到了我们俱乐部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，就是为国家去争光的嘛，争光的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同意的。而且说实话 K2 是 AG 的老将了，他原来是在 AG 的老东家。对，哎，第一时间这个一位三三到一漂亮，二比零还是比较顺的。对的，你可以发现一点，就是在枪的这个软硬程度上面中国队还是领先了有点多。没错，你看这一把他们的进攻站位会不会还是一个二幺二？就 K2 单人，哎，远距离李斯坦又是第一枪，李斯坦第一时间是在中路架了炮，然后打掉了一个跳 A 连接的这边的日本队的防守队员。是的，看这边的 Deliver 也是在哪里被吃了一个高爆吧，直接血量，这边中路是直接上了吗？应该是直接往上走了。漂亮，两个，哇，李斯坦这一把三个，四个，四个了已经，有没有第五个？李斯坦怒了，有没有？日本队应该是 B 一跟 A 连接的一起一个同步，哇，漂亮！拉出来想清掉李斯南，结果被李斯南一个三杀。对，然后这边绝技去过去以后 ，K2 直接帮忙一个补枪，对，就直接3-0。哎，是这样的情况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刚刚给李斯南一个机会啊，应该让给他嘛，一v五嘛，控不下来，停不下来了，停不下来，确实。而且 K2 的补枪是特别快的，嗯，没错，嗯，只要有队友愿意出去拉枪线 ，K2 马上就上。昨天晚上我是有去试了一下机器，然后我们现场呢，我相信我们的解说直播，然后所有的选手大家刚刚也是有看到，他们戴的耳机是统一的监听耳机，然后是完全听不到我们的解说报点说话的，这个大家也不用放心，就不用担心，这是完全公平公正的。这个可是国外的通话系统，很专业的，很专业。昨天我上去戴了玩了一会儿，然后有人在旁边各种数落我。竟然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其实听不到，真的完全听不到。等一下，让他去带一会儿，我们去旁边数落他一下。好，看我们这一把，哎，他们这边起了两把狙，发现没有？这边打得有点慢。他这边 K2 又是第一时间是在中路偷掉了一个，但是 K2 马上被补掉了。刚刚这个就是还是他有点冲动了，打掉一个你可以回来了，因为上面队友是完全没有选择一个打点，所以中路完全靠自己上去还是有点难。他这边两把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？在异域上面？就是应该第一时间就是一把局是在中路卡中路过点的人，还有一个就是卡 A 大这边就是漏点的人，大家就刚刚是有看到拱门这边，哎，对，李斯坦又是在中路卡掉了一个，这边是要转一波了，
哎，这里应该是要转，看一下四个人同步性做得非常的不错。这是要转一波 B 点，然后中路那边又是留了一个，应该是留绝技吧？哎，不是，李斯坦跟亮亮是上了中路。我觉得日本队这边是完全。锦佳是有一个举手，举手，不要恋战，要走。这边回防已经过来了。对，等队友放包打同步。好的，这边撤退的非常的及时。没，还好还好 ，H 这边队员还是收了回来，但是这边 B 一已经回防过来。应该要跟锦佳那边打一个同步，漂亮，亮亮，两个漂亮，最后确定在 B 一，好的，绝技也是补完，3-0，直接三个头。而且刚才你发现没有，大狗今天状态4-0，大狗今天状态好像有点问题啊。但是现在大狗就是不像以前，他是完全的一个单独的一个队员，机枪手，他现在在 AG 担任的是一个队长的职位，就是可能要考虑到整个队伍的一些东西。想的比较多，对，可能想先让队友把这个手感打起来。哎呦，又来了，李斯南，李斯南又是在中门打掉对方。我看一眼，已经达到了7个，又是看到绝技，又是一个双杀，在 B 点办公室这边。又是一波上 B 了，李斯南是应该是在中路那边是被回防的保卫者是堵掉了，是的，3-2，优势还是非常大的。3-2让下包，这个非常好打，哎，这里有点冲动了。可没想到这边的人是侦察到了 K2 已经是藏在了保卫者的家中，是的，那回防是也是知道对方一个位置，一个闪光，漂亮，还好，还有一个二包一，5-0，非常顺啊！我发现绝技和亮亮两个人的残局能力特别强，没错，他们两个人互相的这样一个配合做得非常的好，两两之间的一个同步的一个互相卡点就是打，然后想到了交叉位，当年你和枪逼在这个 B 区。一样的效果，来一死一，来俩死一对，来三灭你三，来一个队灭一个队。当时他又一直念这个口诀，然后就被人杀了。这一把是要抢 A， 哎，硬抢。第一时间一分是打掉了小道，清点一要清干净，打点。哎，有看到一个，哎，这边日本队的回防队员第一时间是没有想到 AG 这边会直接从 ET 拉上来。是直接回防过来是去看二题了，是的，而且这个哦漂亮，直接绕后 K2 这里6-0了，要看到了，哇，这个枪真的是太硬了。现在日本队我感觉会有一些异样的动作要发生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要在这里发生了。比赛前，我们之间的聊天、就是、一直是要准备一些东西的，你看要准备一些。不知道谢岩了解这个事情吗？去年也发生过。去年发生过。看来你没有关注去年的 WCG。没有，悄悄给我写一个。看吧，等马上发生了我们再告诉你。如果没发生，那我们也很尴尬。对对对。好。看这一把又是第一时间 K2 抢上了中路，然后伊文那边也是办公室抢到了前点。是的。李斯南是卡一下 A 大道，他换上了火麒麟 AK。这个有点像啊，我好像能够猜到。K2 第一时间应该是抢，是摸了一下中路，探了一下头，但是这边出现了一个失误，没抢下来。看他们执不执着了。你连打，哎，又被打掉一个枪啊，有点准啊，有点准，一颗。被对手先架好以后的话，你是很难突破回来的。又要硬来了，又要硬来了。你连续打了6把都成功了，你然后第7把还是在这样，怎么样？日本队还是能稍微探到你一些，就是知道你会怎么打了。其实也没有，这一把他们打得很慢，对，很墨迹。这把墨迹是有原因的，对，想多卡掉几个，想做一些特定的一个动作出来，然后才会打最好，最后是一个5v1这样。能猜到了。但是好像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一点点，反正暂时我们就认为他失败了吧。哎，这边又是一个高爆带走了绝技，2-5，李斯南和伊文两个人玩脱了，玩脱了，不然呢？看这边李斯南跟伊文应该怎么选择，中路这边上了，两个人枪法对拼，对方一波交火，2v2。哎呀，没有机会，被收掉了。日本队也是艰难的拿下第一分啊。是的。因为 CLPL 的赛制跟我们之前的国际大赛不太一样，就是大家是一个抢九的一个比赛，但是我们 CLPL 是一定要有一方是打满7。
所以说我们这边日本队还是有机会追分的，然后 AG 这边只要拿一分就结束。如果 AG 这里还打算用这个战术的话，还真的有可能再被追一分。嗯，我们先看吧。哎，这边是有看到了，不要漏了，但是近点有人，漂亮，绝技一文是同时办公室这边，哎，一个侧身被打掉，三打包点应该还是有人，刚刚是又补了一个闪光过来，还好二打一，二打一应该不会做这个事情，二打一做这个事情太危险了，不会做这个事情，不安全，不安全。好，这次成功安放，剩下的队员有一个 K2， 那就不一定了，位置有点不太好，如果包点的是 K2 的话，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可能会发生。发生不？哎，打头了！这个没有。哎，绝技，你这孩子咋了？这绝技真的是换慢了，搞慢了。这个，哎，我绝技不解风情。我们看日本队的队员表情还是比较轻松的，对，可能是，是吧？对一些枪械上面还是有一些不是很，不是特别了解吧？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是无法去掌握 AG 的一个节奏，时而快，时而慢，然后。但是据我所知，莫名其妙的吧，就是日服他们的一个 CF 的比赛也是一个全装模式的比赛，就是他们国家的一个就是 CF 比赛的模式，打的也是一个全装，也是有很多这种火麒麟啊，或者说很大炮等等之类的这种枪械，然后比赛地图也是有打 TD， 也是有玩爆破这种抑郁怎么样？但是我们这次比赛当中是有两张我们国内 CLPL 比赛的图是不打的，一张是卫星基地，还有一张是潜艇，这两张图是不打的，然后就是剩下的几张图就是双两边大家都平时都在打，就是大家是抽签选择第一张是打什么，第二张是，然后第二张肯定是 TD， 对，然后再选抽一边就是第三张是打什么。嗯哼，看这边是互换角色一下，就反正我们不存在就是说打我们习惯的图这种情况的，就这个图大家都比较习惯，而且刚才上一场确实李思楠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特别亮眼。李思楠跟 K2 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，绝技其实也还可以，绝技和亮眼，就是大狗可能上这个上半场没有表现得特别好。哎，我听到谁在加油，很一听就是老肖的声音，不容易的老肖，太狠了，感觉我们在太仓就是百城联赛决赛的时候，当时跟当红 CF 解说林青在解说最后的季军赛跟决赛的时候，我们的当红解说就一直在黑他，就黑得我都惨不忍睹了，就不好意思说了。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当红解说林青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在黑谁？我也不没有没有没有，绝对的，我们是真心话，真心话。哎，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。耶、yeah ！可是为什么要故意要当？绝对的。哎，这边是要开始了吗？应该是日本队的，也是很大喊了一声要加油啊，是吗？你确定？我不知道他喊的什么，反正声音很大，没听懂。我找个翻译过来。这边的话应该是准备要开始了。他们在干嘛？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已经开始打了？开始了吧，已经。应该是已经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已经要开始了。哎，但不过据我所知，他们如果在作为潜伏者占了这么大优势的话，他们作为保卫者肯定是会选择一个前压或者怎样。刚刚开局大狗肯定是一个前压，这边是直接被带走了。不过这边人头互换之后也是一个二打四，哎，漂亮！这个天龙 AW， 哎呦，这两个人的配合相当 nice 啊，二打二。我们看日本队的狙击手还是比较喜欢拿天龙 AWM 这把枪的，它的开镜速度跟换子弹速度都是比较快的。这边二 v 二协同做的还可以啊，刚才两个人是这本来是二 v 四嘛，是的，然后是几乎 B 点的拱门的有一个比较粗糙的一个前顶压法，就是顶到前点想干嘛，想探一下点还怎么地，然后被日本队这边比较细的一个收点。直接是收掉了两个，我们看李斯丹能卡掉一个，我觉得有机会。以李斯丹的反应，漂亮，两个 nice， 李斯丹，哇，今天的这个状态受不了，今天这个状态真的受不了。好，这边 AG 也是拿到了赛点，对，赛点了，爆破，赛点了，机会，哥几个，昨天难道是逗我们玩的吗？跟我讲一堆，讲了一堆什么？
哎呦，我们看这边顶防了，哎，一换一，李思丹有点冲动了，顶来了，有点顶防了，是要顶防，我刚说了，只要潜伏者是优大优的话，就选择顶防，是的，然后留一个，看这边怎么办，哎，顶防这边有一个正面拼枪，哎，这个枪发现日本队的实力还是不错的，对，枪蛮硬的，大家枪械还是可以，哎，这一边有机会，瞬间变成了一个一 v 二。在锦家中路这边是被日本队在这边打了一个反扑啊，但是这边手枪一个，生这边也是亮亮应该是炮是吧？对，他是炮。但是你看手亮，哇，漂亮，手枪带走两个，应该是也是1-0了，2-0，也是恭喜 AG 拿下第一张爆破比赛的地图。